哦啾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啾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啾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谋心中的正义，看清楚了啊！这哟，原来你是这么通过考试的呀？我只看了一眼，看了一眼也是作弊。我要是你的师父还有武林卫们知道这件事，你说会怎么样？他们没有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。会非常鄙视你，恨不得从来没有认识过你。考试作弊会直接取消科技中心的考试资格。只要你跟我们合作，我保证这所有的一切都将会没人知道。我，好吧。文熙呀，谢谢你的点心，真好吃。出任务的超人钱和波比没吃到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不用客气，我借用了你们的基地，应该的。我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冰冻球还不是很稳定，我刚刚被冻到了。武灵锁可以稳定冰冻球性质。能不能借我研究一下？当然可以呀、都拿去吧，给你。这是你们最重要、最珍贵的武灵锁呀，就这样轻易借给我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忙的呀。就是啊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迷糊老师，那块点心是我的。对不起了，蜘蛛侠。迷糊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叫你不要乱吃别人的东西嘛。开荤了，可以啦。哎，武灵卫，你们给我出来！这声音听起来有点熟悉呀、啊，是烈翼飞鹫和枯叶山魈，赶紧去看看。哟，你们今天胆子挺大呀，竟敢直接杀到我们基地来。今天你们死定了。哎，哪次你们不是这样说呢？守卫之力，武灵变身。怎么变不了身呢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武灵卫，想知道原因吗？是你们干的？是又怎么样？打我吗？小不点儿！可恶！嘿，你们都已经无法变身，竟然还敢和我们正面冲突，真是不知死活！蜘蛛侠，有时间关心别人，还不如关心自己。菲菲，小呆呆，你看着他们，基地就交给我了。
停下！乖乖待在这儿。停！住手！不许你破坏我的研究所！嘿，呀！迷糊老师，迷糊老师，可恶！哎呀！给我让开！哎呀！放弃吧！哼！身为武灵卫，我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！啊！猪猪侠！我一定要帮猪猪侠！站住！我就知道你不可信，快把遥控器给我，否则把你一并解决了。嘿，文熙，快跑！真是不知死活！解冻了，猪猪侠，快变身！武灵锁有反应了，太好了！守卫之力，武灵变身！轻易饶了他们，要罚他们吃牢饭一百年。
还是强制社会服务一百年呢？文熙，刚刚谢谢你了。哼，谢他？他可是你们中的叛徒，没有他的帮助，我们可没那么容易得手。啊！你骗人！这家伙考试作弊，他失去考试资格，所以才跟我们合作。不信，你自己问问他。文熙，你……我说你们怎么半天没回来？原来是擅自跑到这儿来了。王教师，人呢？哎呀，被救走了。为什么要擅自行动？我们……哼，记住了，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收集梦想之力，其他的事情暂且放到一旁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扳倒武林卫，明白了吧？是。对不起，没有时间跟大家说出真相，给大家造成了伤害。文熙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参加信息安全中心考试时作弊了。啊！我很喜欢你们的，我怕你们会因此嫌弃我。文熙，只要你能够知错能改，我们不会嫌弃你的。真正的朋友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。谢谢你们，我这就去信息安全中心道歉，交代一切。我们陪你一起去，不过之前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，你看。这是……恭喜你，冰冻球的研究成果获得了院士的认可，你破格录取了，可以进入研究院了。哇哦，太棒了！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大家，和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我是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友情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爱的正能量，让我学会自信和飞翔，追寻最初的梦想。